王慧娣、贾子琪入场。那么最后一队是王慧娣、贾子琪，来自齐齐哈尔黑龙滑冰俱乐部。我们接下来欣赏他们的比赛。 的选手王慧娣、贾子琪，他们在开场的第一个捻转动作完成了捻转四周。那我们知道，整个在 ICU 滑联，今天他们这套节目整体来看，还是难度系数非常大的。托举的定级方面和抛跳方面，虽然在单人跳当中也有一些失误在里面。 来看一下回放，捻转四周，再看一次，这个动作的技术分值是非常高的。
抛后那点冰三周跳，高度远度很好。虽然落冰有一些在控制，但是这个跳跃，GOE上应该还是可以拿到加分。 这是一个五组的 axle 骑法的托举，是由前内叶进入，是一个难度进入。阿克希尔两周跳，女伴落冰有一些犹豫。 这是一个抛后内结环三周跳，女伴落冰失败了。刚才我们的男伴就是为了这一个动作在安慰他的小女伴。这是一个双人联合旋转。 子琪的自由滑得分92.63分，总分147.68分。贾子琪的自由滑节目得分92.62分，当前总分147.68分，当前排名第二名。最后排名第二。现在清兵后将继续进行比赛。但是我们还是祝贺这位年轻的选手。